你们的第一次队长选择至关重要，请各位创作人慎重考虑。哇，这个有点……好啊，好吧，有选择，还有一个选择。哎呀，你们的赛制真的是出其不意啊！榜单前十名，代表了用户听众的直接选择，而剩下的95组创作人，你们全部被听众淘汰。我们被淘汰了，开玩笑吧，回家了，骗人的吧，蒙圈了，白等了，太坏了，所以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我觉得是不太公平，我觉得不行，相对来讲还是公平的，合理的，觉得是合理，因为就是机会给到每个人了，然后能不能进到前十还是在于你自己。